小妹妹，四月二号，你在哪里？你做了什么？我吃了奶油蛋糕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不是真的。哪里不是真？不是我们看拳赛、吃饭、逛街，是我陪爸爸看拳赛，陪妹妹吃饭，陪妈妈逛街。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就不去了。别以为看了几个电影就可以玩我。我这里有个小视频，我们都看了，你也欣赏一下吧。这是谁在干的？不要杀了！混蛋！要干什么？你冲着我来！我也是一个母亲，为了我孩子，我什么都敢做。有的孩子是孩子，有的孩子就是个禽兽。你们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当天晚上你看到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你爸妈快要给我打死，只有你能救他。来的，你告诉我，当天你看到什么？杀了他！别怕。喂，我在找证据。找不到我会犯人，告诉我，当天晚上你看到什么？妈妈！爸爸！别走！爸爸！妈妈！放开他！放开！你快！